赵老师，您是不是没休息好？您可终于来了。别急，事情我们会帮你摆平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赵老师，上次跟您来的那助手没跟来，在重庆，先把马莎稳住。 他一个人能行吗？你放心，我们既然收了你的钱，就肯定把事儿给你办好。我是相信你们的。那你看，赵老师，还需要我做些什么？你们炸了马三的人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。 马三本人什么性格你是清楚的，他一向都是血债血还。但是什么？马三说到底，实际上就是个商人。我侧面了解到，他只对凌云棺木有兴趣。上次你们帮他掏了那个木子。 先是得到了考古队的图，但是却无功而返。你们既然做不了，就可以交给他们来做。你把图给我，剩下的事儿我派人去搞定。这样能行吗？赵老师，这凌云棺木有没有还两说呢？上次我就因为这图纸弄出一个大炸弹来。 差点就把我给炸死！你没兴趣，就把图交出来，图个清静。避免流血，是我这次来的根本目的。好，我给你拿图。赵老师啊，你看今天的事儿，你有把握吗？那我先动手，咱们见机行事。 哎，不不不不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赵老师，你这口味可够重的。哥儿几个，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别走行吗？啊！ 你们再容我几天，你说你们都走了，剩一堆器材我一人我怎么拿呀？我怎么给人还去啊？啊！你们自当帮帮我啊！咱们都朋友一场不容易啊！不捣乱了吗？哎，我说沈大导演，您这导演怎么当的呀？电话都欠费了。 合着我给你打电话还得先给你充话费，是不是？那我这都成双向收费了。哎呦，行了，您就别挤兑我了，快说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不是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办公室呢。哎，哥几个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行吗？哎哎，先别走，先别走，先别走，我正四处筹钱呢。啊，钱马上就能到位了。行了，刁，我知道你没钱。 我也知道你是在画饼。算了，你把我们来的车票给我们报了，剩下的我们就不说什么。哎，别介，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啊。你们看，这是我们家房产证，啊，我已经给抵押出去了，白纸黑字，我绝不能骗哥几个啊。这钱马上一到位，咱们就能拍了，行吗？你们就。
还我三天，容我三天行吗？你们就容我三天行吗，哥几个？好吧，雕，就三天，如果钱还没到，不好意思了。哥几个，咱吃饭去。哎啊，对对对，吃饭吃饭吃饭。呀，哦，来来来，来，哎，我都说了不让你来探班，你还是来。哎，我给哥几个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景区的丁瑶女士啊，她是景区管委会的啊，咱们到景区拍戏的时候呢，能给咱们提供大力的帮助，啊，走走走走。吃饭去，吃饭去，吃饭去，吃饭去！哎，你说我前边还落你那儿了，你这……哎，你们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哼，昨天晚上有流氓要猥亵你，哥们儿英雄救美来着呗。哼，我是问你现在什么情况？嗨，我都忙晕了。哎，你赶紧救急吧你！你身上带钱了吗？我现在穷的就差卖肾了，赶紧请我跟剧组哥们儿吃顿饭吧你。行，那不，哎，我待会儿跟你好好解释，行了吧？哎，对了，你是不是给我手机充钱了？啊，这不带你这么玩的，姑奶奶，我这好容易混到这个欠费停机了，我这躲债主呢，你这一屋充钱，这不给我找雷呢吗？你，你怎么那么不识好歹呀？不，啊，哎，你说你们吃饭都不着急，赶紧的，走走走，吃饭吃饭吃饭，吃饭。爹，你要出去吗？我出去有点事。小汤云昨晚还没回来呀？哎，这个娃儿啊，前两天刚被我打出去，以他那个脾气啊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。哎，都怪我从小把他惯坏了，所以啊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干爹，他就是孩子气，等他回来呀，我帮你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哎，你干爹啊，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帮我看好这个摊子。嗨。干爹，你说什么呢？好，走了哈。哎，哥几个，都吃好了吧？要不你们先都回去歇会儿。我跟咱们丁总啊，还要谈谈拍摄的事儿，啊，得嘞，啊，走了，沈导，好嘞。我起来，哎，不，干嘛呀？快点，快，坐。哎呦，干嘛呀？想重温咱们小时候感觉呀？你这，你废话那么多呀？你瞅瞅你这一早上。我又给你充话费，又请你这帮哥们儿景儿吃饭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，甭跟我这套近乎，你自己干什么自己清楚。我干什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上天注定我就是你丁瑶的保护人。哎，昨天我从郭奎那儿回家，在马路上看见你跟一男的抱着就上车了，我这火啊，我心说你丁瑶也太不自重了，我就追上去了，想批评你几句。你给我滚蛋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等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昏倒了，而且那孙子呀拉着你想去宾馆开房，我怕你吃亏，赶紧就追上去了，趁那家伙对你下黑手之前，给了他一黑腿，把你救出来送回家去了。那王八蛋到底是谁呀？他，我之前是动了点歪心思啊，但最后我可什么都没干。瑶瑶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呀！哎，瑶瑶，先不说我的事儿。
我来找你是有正经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拍的那个电影叫《盗佛笔记》啊？剧本谁写的？我自己写的。那里面的金佛、乌油菩萨也是你写的啊？我瞎编的。你给我说实话，要不我跟你没完。是你爸告诉我的。以前你爸跟我爸是棋友，有一次你爸喝多了跟我说的，跟我讲的这些什么金佛呀、宝藏什么的。对不起，说起你爸了。没事，这剧本不能拍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我说不能拍就不能拍，我不管你现在拍了多少了，投了多少钱，钱赔给你也不能拍。不行，你这是侮辱我人格，知道吗？我为这个剧本准备多久，你明白吗？我连房都准备卖了，饼也给人画去了，绝对不行。要拍可以，细节得改。听见没有？难道这宝藏是真的？咱俩谈话你保密啊。放心。汤老先生，恭候您多时了。请坐。来，汤老先生，这边请。路上还顺利吧？哎，好久没有来匪东地方了。还好。汤老先生，四哥，我看是不是先把东西拿出来看看？着什么急啊？先让老先生吃饭呢，我还得敬老先生两杯呢。四哥啊，咱啥时候都论资，我们还是先看看东西。好啊，既然汤老先生有兴趣，那咱们就开始。张总，你意思呢？正合。张老师，陈总，报纸上的新闻都看了，他可是在保质期内的。姓赵的，你到底哪边的？都给。
看过《暗战》吗？看过，李健演那个。那是二。我说的是一，刘德华演的。大家和气生财，我只想拿走我的金斧。还有，汤老先生，您得和我走一趟。赵老师，比快。我要出去一会儿，时间不长。哎，对了，如果你们要逃跑的话，请仔细看看引爆装置在什么地方，免得白白送死。OK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引爆装置呀？不知道。不要轻举妄动。哎，这绝好的机会，你说咱跑不跑啊？这两个人很有手段，上次在我家，我怎么跑也跑不掉。我看他不像是说假的，咱们还是别轻举妄动啊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咱就这么白白浪费了。你不说还跟他们合作吗？找错人了，我就是个卖汤圆的。带身份证了？带了，带了，带了。哎，姚大哥，打开免提，相信大家都在吧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道上的朋友们都称我一声三爷。好了，我就不打江湖腔了。这次金佛我拿走了，感谢大家的帮助。啊，张飞，你炸车的那个事儿就免了。还得谢谢大家伙儿，也谢谢张飞，你给我这么好的机会。对了，这个炸弹是当年日本鬼子轰炸嘉定的时候留下的。炸弹是真的，但引爆器是假的。今天摆出来，也算是
给大家上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。大家都是文明人，何必打打杀杀呢？好了，改天我请弟兄们喝茶。好，拜拜。三炮，别动。今天不宜动土。张飞，我们的梁子算是结下来的，以后在嘉定有你没我。张飞那小子给玩了呀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马三和张飞是一伙的。张飞根本没那本事，你高估他了。都是马三在挑拨离间，想让我和张飞合并，伤敌一千，自损八百，哼，他左手余力。那我们那佛怎么办呢？没事，我们那个是假的。啊？张飞那经我也没看仔细，张飞那个不会也是假的吧？其实答案不是唯一的，这个要根据语境来决定。听我说两段话，第一段话是没事儿啊，啊，搬这么多东西回来，妈，我辞职了。辞职？干得好好的，干嘛辞职啊？也没什么。你们公司垮了，还是你犯什么错误了？没有。妈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们别操心。那什么，你们买菜了吗？赶紧做饭去，妈。别打岔，这么大的事儿不跟妈说清楚。是你们公司裁员了吧？那裁员也不能裁到你身上啊，你干的那么努力，那么辛苦的。瑶瑶，是你受什么委屈了吧？你要受什么委屈，一定要说出来。现在可是有劳动法的。妈。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没受什么委屈。我们公司一大堆事儿呢，我一时也跟你说不清楚。总之，这次辞职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我有分寸，放心啊。好，我也不多问你。可要是你爸在呀，他就不会同意你辞职。一个女孩子，找个稳稳当当的工作干得多好。非要想起一出是一出的了，那你不干这个又干啥呢？嗯，要是我爸在才好呢，他肯定向着我，保证不会说，保证说您。瑶瑶，昨晚上我又梦见你爸了，
就像生活里边一样，有的跟真的一样。啊，我跟他还聊起了你，你爸对你可放心了。你们这父女俩啊，隔得再远，也是同心的。对了，瑶瑶，瑶瑶，你告诉我，你和明华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我们挺好的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多问，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不过你要是被压得太辛苦了，可以跟妈说。不辛苦，您放心吧。啊，那我去做饭去了。那什么妈，您就做你自己的吧，我晚上不在家吃，我还有事儿。干嘛又不在家吃饭呢？我有事儿约了人了。哎，你晚上可早点回来啊。啊，你自己可得当心啊。这是房卡，房间在二楼，我可以走了吗？那房间是给你的，不是给我用的。朋友，你啥意思啊？我搞不懂啊。你临终前有什么遗言，就都写在上面。这是。你们老板是哪个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咋就会是他？咋就会是他呢？写。马三玩的团团转，没想到小许就是马三儿。
咱们现在去追他们还是怎么着？说话不过脑子，到哪儿去追啊？早跑没影了。也是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带走汤老先生？肯定是鉴宝去了吧。哥，这事我这么觉得，他们跟汤老先生无冤无仇，他们把他带走，肯定还得送回去。咱们不如直接过去看看。快点开！几点钟了？中午了。中午了。这昨天晚上喝的，头疼。我也是，脑壳好痛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我不吃了，我还去买车。啊？卖车？难道又找爸聊钱呢？算了，把车卖了。卖了多可惜呀！哎呀，车嘛，又有钱，换个新的。你自己决定吧，啊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身上有没得百块钱？我没得钱了，车没得钱加油了。哎，一定还的。哎，什么还不还？拿着啊。邓明华，你胆子不小啊，连炸弹都不怕。我们知道，您不会真的炸死我吗？老赵跟侯丽呢？他们俩出去拿点东西，等都搞定了，我们开始行动。徐老。刚才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应该逃跑。您消消气。我其实一直挺想跟着你发财的。消消气啊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要逃跑呢？我们又没有害你。等找到了宝藏，肯定不会亏待你。这不都说好了吗？你何必呢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我不想坐牢，就这原因。那由不得你。雨露，哎，丁小姐，汤叔在吗？不在。去哪儿了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喂，行行行，我马上就过来啊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啊。怎么样？这个车跟我人一样。健康无损，锻炼半点茶块都不得。1万块钱我要了。
好端好端好端。一万。一万太万一下，啷个得二万五？哎，俺们不买。哎，不买算了。哎，大哥。啊，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取钱去。喂，啥事？啥事？医院？好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啊，给你钱。哎，大哥，对不起，车子不卖了。什么？不卖了？咱们价钱可以再商议嘛。对不起。家钱都不卖了。三炮，啊！都挤在这儿干嘛？非法集会啊！都让他们散了。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出去，出去！啊！你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茶叶店。的吧，啊！我吃完你这减肥药啊，我连拉了三天，我就没下来床啊。可是我，今儿你必须得赔我医药费呀！你我，今儿你要不赔钱，咱这事儿没完。大哥，大哥你怎么了？没那事儿，郭瑞，我来找他的，这是他们代言的这个减肥药。吃完了之后，我就不停地拉了。我不知道呀，刁哥，你也是，你这么瘦，吃什么减肥药啊？我这两天我吃的油腻了，我想吃点减肥药啊，谁成想我能拉成这样啊我！哎呦，先生，我们这药可是从来没出过这样的问题。你要是说是吃我们的药出的问题，那你起码拿出买药的时候的发票证明一下呀。万一要是过期了的话，那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。发票啊？那个。我给弄丢了，不好意思。
脚下丢的，我刚开始还看着他的，但后来一转眼他就不在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瑶瑶。别急别急，这样，他是我们这儿新来的，那个他对山上不太熟悉，要不这样，我去帮你们找一找吧，先别着急啊。你不是不干了吗？用不着你管。你说的还是人话吗？哎，你找他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。黄色黄色妈妈，蹦擦蹦擦，新加坡来耍耍，好耍好耍。今年刚刚打破，啷个啷个，我来吃点嘎嘎，要得要得。黄色黄色妈妈，蹦擦蹦擦，马拉夫来耍耍，好耍好耍。走的走的叫叫，叽喳叽喳，骑的骑的妈妈，驾驾。大家从大佛下过。鸟儿等着你开锅，还有一碗花茶排排坐，闻闻太阳笑呵呵，月亮出来爬坡坡，鼓着肚子找吃喝，小梦一想又诉说，听着真解渴。我们吃要吃得到到，睡要睡得好好，靠山一睡空气很好，不用吃药，不吃药，我们唱歌唱童谣。四季都很勤劳，才会长高。喂，黄色黄色妈妈，蹦擦蹦擦，新加坡来耍耍，好耍好耍。新年刚刚打破，啷个啷个，过来吃点嘎嘎，摇大摇大。黄色黄色妈妈，蹦擦蹦擦，毛老虎来耍耍，好耍好耍。坐里坐里叫叫，滴答滴答，骑里骑里妈妈，驾驾。从大佛下过，鸟儿等着你开锅，一碗花茶排排坐，闻闻太阳笑呵呵，月亮出来爬坡坡，鼓着肚子找吃喝，小梦一想又诉说，听着真解渴。我们吃要吃得到到，睡要睡得好好，靠山一睡空气很好，不用吃药，唱歌只唱童谣，听话不听唠。